大家好，我是调整男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营养又健康的水果餐，有芒果、葡萄、火龙果，旁边还有奇异果，再搭配我自制的巧克力脆片优格，太享受了吧！开动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。我今天已经把我一年份的水果全部都吃光了，一年份的营养现在都在我肚子里面，我觉得很满足。以上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追踪加订阅，还有我的脸书跟 IG 也要帮我追踪哦。拜拜。